可以了吗？应该是 OK。好，那我就把麦克，那你用这个好了。好，喂，嘿。UVO，第一个有没有时间，能不能稍微延长一点，优待一下？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 Grace Boy。那可能没有几个，就我有遇到认识几个人啦。那今天要报的是叫做 Hey Pluck，这模仿 Annoying Orange 讲的。对，那当然大家如果知道谐音的话，其实就是 Hey Pluck。对，就是我用 User Script，然后跟 Pluck 谱下了不解之缘。对，那这是我的基本资料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的 Take Cloud。那还有就是下面有一些我的 Badge。那这是关于我的一些资料，时间有限，不多讲。好，考古时间，2009年7月3号这一天呢，是我第一次用 Plus 时间。对，那就是那时候看到别人在玩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好玩，然后我就进去了。对，那进去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第一则扑，然后第二则扑马上就是 Plus，感觉可以用滑草猴做一些恶搞。对，第二则就是从用 Plug 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好像可以用 JavaScript 做一些恶搞的样子。对，那为什么我要用 User Script 来做对 Plug 做一些恶搞呢？对，那对就符合我们今天的精神。Plug 和 JavaScript 它是 Open Source，而且它 Open Source 的程度呢，其实是很容易让人家 trace code 的，不像某 G 牌的 code 超难 trace 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非常喜欢 Plug，我想用得更顺手。对，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也希望能够让其他人用得更顺手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的 user script hack 原本想用二维条码，可是用二维条码大家用手机扫，然后用手机上 plug 感觉很没意义，所以大家就直接用笔电输入网址就好了。对，那我的 plug.com/graceboy。好，那非常好，我还剩几分钟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live demo show。那刚才其实网络有问题，是因为就是我想要让大家就是稍微看到，就进到我的河道上面，可以看到我之前对 Plug 做了哪些坏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这一则扑开始，一直到这一则扑、这一则扑、这一则扑、这一则扑，每一则扑都是一个作品啦。对，那其实我也不可能在这几分钟之内讲。我还有几秒的时间，2分多钟吧。好，我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。那其实前面的作品我大概就不多讲。那我其实为了这次的那个 Costco 的话，其实我特别做了一个叫做 Easy Emotion 的那个的程式。那其实它是可以让人家快速的新增表情符号，就好比说今天我看到了，可能是这个人，我觉得他的猫很可爱，我想要直接拉到表情符号的话，拉过去，我有结果吗？好，没有结果就很好笑了。等一下，F5。好，没有结果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其他的 hack 来撑场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 tab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如果用过 plug 用很久，一定很怀念就是 plug chain 的功能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这里重新实做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作品是重新实做 plug chain 的功能，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多人关注的 YouTube 影片有哪一些，然后还有这些是从plug 首页抓过来的一些热门连结。那之所以放到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就是在首页跳到首页再看我们要的资料，总觉得有点多此一举。如果跳到这个 tab 就可以直接看了。对，但是首页的广告大家还是记得要按这样。好。那好，那我先看一下我的功能有没有回复。哦，他没有转，有，他有转，大家可以看到。我等一下哦，我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，这次的 demo 就有一点，一定要拉很大，大家才看得到。好，今天我想要新增一个表情符号，表情符号看不到了。好。哦，还是要缩小啊。假设说我今天拉一个表情符号，假设这个是表情符号，我今天拉过来，拉到这个人头上面。好，这个人头感觉有点变了。对，好，那1分钟，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经在转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在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决定这个表情代码。那 hello 好了，哇哦，50秒，好，50秒应该够了。哦，图片太大吗？好，那新增好，那新增好了。我刚才输入的是 H1 吗？那其实就是我可以马上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表情符号就直接拉上去。那不止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可以好这个可能最后剩10秒，我还是要讲完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，今天我 comma 值我只有零，但是我想要用所有的表情符号，我可以直接一次拉。
等一下、哦。一次拉的话要开到新分页才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让你了解更多。好，我 demo 完这个，我这一生就不虚此行了。好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好。哎、啊，好、啊、好、啊啊、好，非常谢，非常谢谢大家，非常谢谢大家。那趁我在讲话的时候，把这里拉完，对，全部都拉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开始在拉了，对。好，那非常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 ，Grace Boy。厉害！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竟然有人 live demo 可以成功的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